修建中高楼，其实就是魏氏家族成人之美精神的一个延续。好，请往里面走。哎，请往里面走啊！哎，那个先进来的乡亲，请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，请往里面走。再过来一点。哎，请往里面走。好。啊，尽量靠墙哈，尽量靠墙，来，尽量往前往上面往天做个连接的一个意象。那这条绳子是什么呢？这条绳子功能上来讲是可以荡秋千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表演一下哈，荡秋千。那另外一个意象就是，其实就是妈妈的期待，就是跟孩子连接的期待哈，这个。其实我的作品里面，不管是在日本做，或在台湾做，或在之后要在香港做，我的作品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象，就是妈妈其实是家的重心，